大家好，我是昌哥。今天来钓晚上的放流啊，晚上怪物很多，然后可以看夕阳。晚上放流有鲈鱼啊、红草啊、竹梭、烂糟海莲、牛港、飞扁都有，什么都有。以前还没拍片，我都是晚上做钓。那为了不用打光，所以我才白天放流。只是白天放流很热啊，然后又会晒黑，那摇框很差。白天放流的话，摇框都不怎么好。晚上的话，最恐怖摇走17只鱼啊，起4只，一个晚上。我跟演员还有我师傅，一个晚上被吹了17门，然后起4只鱼。那晚上来吃的都非常的不客气。我有遇过像我们这样拿杆子啊，他来吃的时候是这样，我的杆子是直接扫平，然后牛车轮已经很快速出现了，我就开枪，然后直接秒断，钢丝线秒断。所以很恐怖啊。之前在访寮，去年在访寮，我手受伤，是 GT 来吃的。因为第二次那一群还没走，我又勾一只放下去，就是去年的开虎的鱼，就是小 GT 啊，大约80公分的 GT 啊。那第一门那一门也是断线，它一直出现，我都还没收到线，已经快脱裤子了。所以后面去年才换这种金力奇的牛车轮，然后把线缠到500米。那晚上做钓的话，你放流不用刻意要把鱼控到哪里去，你就随意让它走，你就控制不要挂底就好了。那个鱼晚上的鱼啊，大鱼它会吃很边边，因为小鱼都会靠在比较岸边的地方，它会进来找小鱼啊。晚上做钓也要很小心，晚上视线不好。那来这种野场啊，救生衣、防滑鞋都是必备的。那晚上做钓的时候，如果是长堤有人那一种，很多人在做钓那种长堤，那个灯不要乱照，不要照水面啊，也不要直接照人家的眼睛啊，那个有时候会引起不必要的纠纷啊。这是晚上要注意的地方。那晚上自己在做钓的时候，在绑钓组啊或是钩饵的时候，都背对着海面，不然怕你的鱼光会照到海面，那个鱼会吓到就不会靠了。那如果钓远头或是沉底那一种就比较没有差。那我们放流吃脚边的跟水面上的大鱼居多啊，所以尽可能不要去扰乱到我们做钓的范围，这个都有差哦，差很多。你如果起竹梭的话，
在夜间捞鱼啊，或是飞扁啊、牛港这些，你在夜间捞鱼、重鱼的话，在捞鱼如果不要开头灯，你继续做钓，都还可能会继续钓到这群的鱼。放流很好玩啊，也其实，在花费上也很省钱。在屏东这边一只鱼是卖15块，然后我在台中钓那边是卖25块、30块都有，大概体型都15公分而已，最大。比虾子还要便宜很多啊，然后如果没有来咬。那个饵鱼是活着一整天，活到你收都没有中鱼，打龟你收完，它还是活着。那在我们钓组，如果中过鱼就要更换钩子跟纸线，都要更换。像我们，因为我们是用钢丝线，所以我们。钢丝如果泡过海水，我们有做钓过，它是会生锈的。那生锈，再下一次你做钓的话，如果中鱼，那个会断，因为它锈蚀那边会很脆弱。所以我做每次做钓，我钩子跟钢丝线我都是直接换新的，所以我买整卷的。我会把整卷的价格跟散装的价格放在上面，你们再看看。给你们参考啊，看看你们浪费多少钱在钢丝线的材料钱上面。来哦，我算给你们听，一卷钢丝线1000米等于2700元，一米等于2.7块，以1.5米计算，钢子线可做钓666次，也就是你每天钓。可以使用1年又10个月。那散包装的来讲，10米等于70元，1米等于7块，以1.5米当子线也才能钓6次而已。也就是说，你使用1000米，总共花了7000块钱，就等于一把国产杆无间道的价格了。这样一比较，你们就知道我这样做钓是省很多钱，而且在做钓的支出上面也很省。那来咬的鱼都很大只啊，不会让你失望。那我继续做钓，看看今天晚上会不会中鱼。那有问题都可以留言给我。
吹了，要吹了。浪一，哇！哇！啊，倒叉，钩子倒叉。太晚开了啦，哇，那应该没有机会了，我没有鱼了。